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三课，题目是妈妈对不起。好，那现在请跟老师来学一学新的生词，跟老师读。我们来看第一个生词，碗，请跟老师读碗，那这是碗。那我们看，这是一碗米饭，一碗米饭，这是一碗面条，一碗面条。好，那你们可以吃几碗米饭呢？我们来看下一个生词，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面？这是云吞面。请跟老师读云吞面。面条的名字是云吞面。好，那我喜欢吃云吞面，我喜欢吃云吞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醒，请跟老师读醒。那看他睡觉怎么了？睡醒了，他醒了。那今天早上妈妈叫醒了我，那我们可以说今早妈妈叫醒了我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说谎，请跟老师读说谎，说谎。好，看你们知道吗？他的鼻子为什么变长？他的鼻子为什么很长？因为他说谎了。他说谎的时候，鼻子会变长。所以你不应该说谎，说谎是不对的，你不应该说谎。好，下一个，补习，请跟老师读补习，补习。那我们看，这是什么呢？补习英文。那我不想去补习英文，我不想去补习英文。那你们喜欢补习吗？好，那下一个，睁开，请跟老师读睁开，睁开。那睁开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小朋友他闭上眼睛，看他的眼睛啊，闭上眼睛。那他呢，睁开眼睛，睁开眼睛。那今天我们学的生词是，一共六个生词。第一个碗，碗。第二个云吞面，云吞面。第三个醒，醒。第四，
睁开，睁开。第五个，说谎，说谎。第六，补习，补习。好，同学们记住了吗？